Hello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改这个温德莎。Came for the magic touch. 后续改5万块，刹车35000，引擎33500，喇叭呢暂时不改，车灯。7500，霓虹套件，正面、背面跟侧面一共3万块钱。那这次我改薄荷绿，喷漆主色调换个绿色。可是这种老车换绿色好丑哦。这种车就是要给它金属吧，炭黑色，副色调有什么？经典，中间的颜色哎，好了，银灰色，这种复古色就是要银灰色。来，车顶颜色换什么颜色呢？金刚黑，哦，竞速级，变速箱4万块，涡轮5万，车轮我就先改轮胎好了，25000，烧胎用黑色，车窗，这样看不进来啦。改淡色好了，没了，改完了，来试一下性能怎么样？加速的时候会有点吃力的感觉。我来看一下敞篷车，哇，还会收起来，哇，折2下、3下，哈哈，它还是收起来好了，收起来比较好看。但它加速真的不太好。哦，甩尾！撞到了。连刹车都不太好刹，这台车不值得收藏。但有钱的话，可以试买看看。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